是同样的一个传染链。5月11号接着爆发宜兰游艺场的群聚，5月12号则是爆发了万华茶艺馆的群聚，他们全部定序的结果都是阿法病毒株。那到底这阿法病毒株从何而来？如果不是因为3+11，难道是从天而降吗？民嘴宋浩康痛批说啊，这样的说法是厚脸皮。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炮轰说，摆明是不想为当初的失策负责，但接下来柏油泡泡又是缩短检疫变成了5+9，同样犯过的错不要再犯，诚恳一点不好吗？